我们继续开会哈、我们请张胜富议员执行，时间45分钟。好，谢谢。我们大会主席哦，我们蔡副议长哈，还有我们高雄市哈，我们的大家长，我们陈市长，还有三位副市长哈，还有各局处的首长，还有我们记者、媒体先生、小姐哈，啊，还有我们现在收看的哈，我们的市民哈，大家早安，大家好哈，啊，今天哈。我所要来咨询的啦吼，就是因为顶届我嘛有讲过啦吼，就是按林务区吼，按中山大学吼而预定地，啊伊闲置伫遐无吼，嘛有够久啊，嘛困啊重啊，啊伊即块用地吼，毋是呾中山大学尔，因为遐40公顷无吼，伊有20几公顷是按军备局吼，伊个保修厂要用的。啊，所以讲吼，即地无吼，伊这样目前吼，安来看相片啦吼，就讲现状现况啦吼，就是讲伊个建筑物内面有建筑物，啊，毋过吼拢歹啊。啊来，即种是建筑物的现况啦，放伫遮。啊，即永住咱拢要来维修嘛。哦，啊，即伫内面有人放火啦吼，纵火啦吼，啊即。啊，捌伫内面无吼，后捌伫遮嘛有人伫真跋筊，啊嘛有人伫真吼食药啊，所以讲吼，这是一个治安的死角啦。啊，毋过吼，按遮个树啊，各长得有够水个，遮吼，大家局处长好来看一下，我感觉吼，遮安会当好好啊来个，看要安怎来闲置开，啊来要来活化来做一个吼。多功能吼，诶，休息，迄落休闲的所在，就是讲吼，做公园，啊，甲伊现有的建筑物看要怎来改造，吼，啊，会当来互按百姓来使用，因为伊这中山大学的预定地啦吼，伊这样伊的自筹款就是讲，比如伊中山大学要来起，比如起开爱30亿来讲，中山大学伊爱自筹50%嘛，爱15亿嘛，啊，15亿，即目前中山大学。伊要拿15亿来去，无可能嘛！啊，来个因个军备局本身，伊要去到遮，伊有一项对作业中了啊，安遐无铁路啊，因为你战车、战车啦吼，还是重机械，要去来维修要哪去卖？因为因安伫旧国同咧维修是安那，伊遐有铁路，伊会当过。哎，安遮无铁路啊，伊要甲伊个保修厂要锁来遮，这嘛是一个作大问题，还佫经费。经费的问题，应该来公布经费，即个嘛目前嘛无遐是经费，会当来处理遮。所以讲吼，我感觉希望讲吼，按市政府遮吼，看会当甲按军备局、按国防部、啊甲中山大学，按大家来谈一下，就是讲要安怎来甲按中山大学吼，甲伊的情况来拍好开，互按大家人物大虾。南阿溪的人拢会当来这个公园来行，因为我感觉遐树拢生作有够水的，长得有够大长的，安那免阁开什么硬体设施啊，路嘛有路面，建筑物嘛有啊。因为顶头我有讲过啊嘛，就想希望讲按市政府安遮嘛按遐积极的，因为目前按高雄市啊嘛有民选高的立委，啊嘛当找立委来看讲安怎来配合，最后就是讲。按甲树啊，先来拍好开，先互按市政府按先来个管理，哦，先来个代管。我感觉这是非常好个呀，有40公顷个所在，通安运用，按遐物来运用。主要是讲军备局跟中山大学就讲，因目前，吼，因有要用啊，为个要用钱伫底，嘛要看到啊，都有计划尔呀，有计划嘛。啊，经费在哪里？也没有经费啊，因为。回本来讲，因有要用，啊，毋过经费，因嘛无经费通去啊。所以我的感觉讲，希望讲吼，按迄个我有建议，按兵役处、按兵役局啦吼，啊，甲按教育局啦，啊，恁两局啦吼，恁去接洽了安怎？啊，我先请教按教育局长。
谢谢议长，谢谢张议员哦，对这个议题的这个关注。其实他确实在那里闲置荒废很久了，但是在这两年，包括都发局、教育局分别去中山大学去函，要求他们快一点说明这个开发计划。那现在的进展呢，其实已经到了这个他地质的钻探跟地质安全的评估作业，然后也送到给我们环保局。那环保局近期呢，要他补资料，就会办理环境影响评估的审查作业。那中山大学呢，已经提出了他的开发的计划，105年到114年哦，它包括生命科学学馆，然后学生宿舍、生物科技中心、多功能会议，还有生活健康中心等等。另外还有115年开始以及的扩充计划。但是我想市府会跟中山大学呢再做一些讨论跟协商，希望加速了。我知道，嘿，拢是文书作业，文书作业嘛，先我恁看嘛，因讲伊咩啦嘛，即文书作业用出来，伊就讲咩什么？学院没改啊嘛，啊可是公听会开过那边啊，结论呢？啊我都去，钱呢？经费呢？你听那是经费，他们的经费，我要了解讲因的经费，有法多，我都去无？中山大学既然要保留这块地，他有一个积极的开发新建的一个计划，如果审议通过以后，他应该负责跟社会说明啊。说明会开过那场呀。我相信是这两年他们进行比较。我知道，你讲的我听有用书面报告跟你讲安尼嘛。啊，我讲的意思，俺是把墙啊抛开呢，俺也不是要该占用啊，俺该抛开，和目前因还袂要使用，百姓会当来使用嘛。这嘛是做好的啊，这也是个美意啊，让地方这人因拢会当去要行行的，啊，你啊封闭起来，里边杂草丛生，来登革热的问题。啊来，我多讲诶，治安死角伫内面食药啊，啊，佮有职业赌场诶，伫内面咧跋筊诶，所以讲，这嘛是一个治安死角啊，啊因围起来，因嘛无好好管理啊，你来看，这，等下我来请教环保局长啊，所以讲，我希望你讲，他们实际上因目前诶经费诶措有法多无？我希望去了解安尼啊，啊无你咪，你该。请我泡开先让使用较紧，你为什么要爱给关起来？你就像议员说到，这个程序在进行的这个时间，你都要提了几个方向，我觉得中山大学都可以做得到的。好，谢谢局长。联络哦。好。啊，我们宾利局长。来，局长，请到。谢谢主席，谢谢议员啊。这个案在上议会期的时候，我们议员也提出来。提过，然后我们也跟军方协调，军方他们的答复是说，他们在已经把整建计划已经报出去了，今年度已经报出去了，他们预定在109年到113年整建完毕。那因为我们也请求他是不是能够把围墙拆掉，但是他们也向军方这就我们这个联保厂这边也报上国防部，国防部因为都会核准，所以他们没办法拆掉来让民众使用，因为里面太老旧了。因为局长，这个物件是讲你要跳开嘛，把墙啊抛开，因为我感觉顶头阳光处够贵嘛，千外万就会当把内面挂修缮嘛，路顶有诶无会当来用好嘛，会当先做一个临时的公园嘛，后你啊围开有啥物意义？嘛无意义啊！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哈，我们在上一次会期的时候，我们跟军方协调过，因为军方他们就认为国防报上国防部要争取经费来拆除嘛，因为就国防部没标准，没有核准，所以他不敢拆，因为拆了以后里面的房子都很老旧了，议员应该了解里面啊，对啊，我有看下面很老旧，有的地方他可以整修，因为你来看嘛，是有人去要伫遐啦。是不是有的地方还可以整修啊？不是不能整修啊。好，这个下去我们再跟军方再协调。军方因为我嘛把你接触过，是他们是先报尔哦，国防部核不核准还不一定哦，伊是先报计划国防部尔哦，伊预算计划报起哩，伊有要核准无？佫唔知呢。所以讲，俺是讲招因双方哦，俺下校甲国防部看因。因的开发是按算是啥物时间真正要开始来开发，无予百姓先来用，安尼嘛是一个足好个所在，下当互运动啊。好，这个下去我们再跟军方再协调。好，谢谢。环保局长，阿都环保局长，阿都你有看到遐杂草啦吼？
这足侪所在拢是杂草啦。啊，这你来看，啊，这登革热的问题，这要哪处理？局长。来，局长到。谢谢主席，谢谢张议员哈、哦。这个部分还是整体爱这几个整间噶拆除啦，吼、哦，带当整个去治本啦，吼、哦。啊，这部分进前阮的林务的区队拢有协调的中山大学，包括内底草啊，吼、哦。啊，爱做割除啦，吼，应该是即阵啊，落雨，就是即阵啊，佫规个草啊，佫又佫发出来啊，吼。即款佫会后手会佫找中山大学佫来建立遮个环境。所以嘛是爱叫来，因比如因咩风开梦影，俺、啊、嘛是爱伫内面登革热问题，俺、啊、嘛是爱处理啊。你袂当讲伊未开，俺、啊、无看，俺、啊、佫你讲个内面足侪面粪扫有诶无诶，伊嘛瓶瓶罐罐啊，嘛是有可能产生登革热啊。是毋是俺嘛有人甲无爱物件倒入去伫遐呐？所以讲，即因啊，我的感觉是讲，因内面登革热问题，你嘛爱注意安尼啦。即当然啦，吼，即部分，所以伊内底一寡资深员呐、啊，吼，啊个即个粪扫的部分，我来督促中山大学赶紧来做一个改善呐、啊，吼。好，谢谢。按警察局长吼，警察局长，我再请教，按即、這个。兵营按报废，迄个即个兵营较豪车啦吼，按只捌掠到迄个流动的职业赌场无？来，请到。局长。感谢主席，感谢议员吼。过去毋捌伫只掠过。人讲我啊，各方官我毋知，那最近这几年毋捌。你可能讯息毋对，应该捌。伫即两即两冬俩。是阮督察社去抓这场嘛？按林务分局，按甲林务分局，林务分局甲国小派出所去抓职业赌场。所以讲，伫遮一爆发的所在，就是讲吼，按治安的死角就是啦。喂，唱歌伫遐，因为伊围墙啊入来嘛，啊，毋过伊边啊有小可有一个空隙，大家拢对遐去嘛。所以讲，遮嘛是按未来按治安的方面嘛是爱加强啦吼。警察局长，我来去问下恁俩，好，谢谢。所以讲，我希望就是讲。即个所在无吼，安尼当来活化利用，阿嘛是尽量会当来活化个利用。阿讲拜托市长吼、市长，即看会当来个督促个生活，安百姓吼会当来做一个公园啊吼，互安逐个人会当来底下来使用安尼啦。吼、啊，阿麻烦市长啊，甲即个局处所长吼斗三工，甲安即个立委安尼啦吼。啊，我嘛希望讲，永春也是安陈志迄个陈金德副市长底斗协调啦。啊，这样的这个职务应该就是看是徐副，安两位徐副，还是安史哲副市长上来到协调安尼，我希望讲进来该完成安尼啦。哦，安尼市长，安啊不，安就请安徐副市长来到协调啊，安徐立明徐副市长。好。哦，徐副市长，这当然拜托你安尼啦。好，谢谢。啊，要讲个就是讲，按大社吼，按国林山风景区啦吼，安尼设置游客管理中心吼，即个只有一块预定地啦。因为按大社、按国林山，伊国林山风景区毋是呾大社尔，伊个包含林务、林务迄落国林湖，遐嘛是拢算按国林山风景区。啊，伊遐无吼，有一块预定地。啊，预定地是永春啊吼。103年十二月时阵，我也捌建议按观光局去捌去协调。啊，协调吼是安怎？主要就是可能介绍，大家伫遐讲袂合。我感觉按观音山面色较宽一个观光区伫遐，照讲是爱有一个游客管理中心，会当人做导览哦，啊，甲路线有诶无诶啥，啊，买当互百姓农产品来伫遐卖啊。我感觉这嘛是一个非常好诶。啊，毋过。顶到103年的时阵去协调了，介绍袂合，无结论，无结果嘛。啊，不过我嘛希望拜托观光局，按较有诚意的，搁来甲地主看安怎讲，吼、哦，来甲这块土地，吼、哦，因为这是预定地伫遐嘛，看要来取得，吼、哦，啊来开辟，啊，吼，按观音山较大一个公园区、风景区，啊，有一个管理中心伫遐，啊，嘛当做足侪工课，尤其。
停车的问题嘛，当解决。啊来，伫遐吼，爱买当讲人游客来，会当来导览中心吼，先了解我按国林山车，哦，风景区是安怎安怎，通做一个导览。啊买当甲安尼农产品无吼，伫遐帮助百姓来卖安尼。啊，局长、观光局长，这你有法度来导览了无？啊，请局长回答。局长到。好，主席，谢谢啊，谢谢张议员。议员在关心观音山这个风景区的旅客服务中心，当初在1903年的时阵，确实市府这边有编了一笔钱，就是1100万，希望会当去做这个土地取得，也做了一些规划。但是因为这片土地大概1120平方公尺的，差不多0.1公顷左右啊。啊，但是这个土地所有拢是属于私人的。那当时在跟他谈的过程里面，当然市府这边观光局这里有请人家去做一个建价的动作，当时建出来的价格是1920万，但是在这个协议架构的这个过程里面，地主是不同意的。那后来呢，陆陆续续都有跟这个地主在做一些沟通，那地主表示他取得这个土地的成本就要2000万，所以他要价要1亿元，所以这样的土地的这样的价格其实是过高。所以我们想这个部分，如果假设这个地方是需要一个游客服务中心，因为游客服务中心的设置其实是要看当地的这个游客量跟它整个发展的状况，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后续再来做一些评估。那对于土地的这个架构跟取得这个部分，可能也要做一些努力，要跟这个私人的这个部分去做一些沟通。因为人数上吼，按观音山平常时啊啦吼，平常时阿曼只讲拜六礼拜啦，礼拜一跟礼拜五，俺底下吼登山客就非常的多啊。登山客一天就几啊千人，伫安国林山遐咧运动，吼、哦、啊，所以讲人数啊，尤其拜六礼拜，人是拢包游览车，外县市拢包游览车来安国林山来遐登山。啊，登山你讲的外县市、台南、嘉义、屏东来到安国林山。来啊，登山啊！安遐无一个管理中心，无一个游客管理中心，感觉看起来嘛是讲，够成一个风景区嘛？你的感觉嘞？甲议员报告吼，其实观音山它本身是附属在澄清湖的风景区里面的一个范围内，它不是单独一个风景区。那我们在这个整个风景区的规划，当然市府团队这边包括公务局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哈，所以那个地方当然环境的整度越来越好，所以当然不管是运动的人或游客的人数当然是有增加。不过我这里跟议员报告一个数字哈，也让你做一个参考，就是我们从9月到11月的礼拜六礼拜天，我们都有请人家在现场去评估来客量。那大概目前我们估计出来就是这样，监看了大概3个月左右，那我们一天的来客量大概是113人，那三角公园这里大概是一天有525人，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数字啊。所以这个部分你测是测两点而已，就是测在迄个观音山的迄个三角公园遐，啊，甲迄个咱有即个迄、那个迄、那个叫什么？就是伫遐后港巷这边遮，就是入就是登山口的地方，我知这两个地方，对。啊，你对后山去买嘞？后山的部分，因为我们认为那个部分它比较是运动的人口，而不是从三角公园这里上去的。对，因为你对济公庙这边过来。啊，甲对翠湖这边入去的，像恁有统计？啊，对翠湖才入去啊，翠湖这边入去，啊，甲济公庙才入来，像恁有统计？一般我们在测这个游客，就是刚刚议员所提到的，因为如果从后面后山这里进来，大概就是观光，就是运动的人口啦，比较不是观光客。啊，观光客啊，对啊，啊你翠湖遐去，伊嘛是同款啊，因为你爬山是。一个是要对这边爬，还是一个要对这种两边而已嘛？对，它有两个登山口。啊，搁一边是迄个高山这边，这边你嘛无切啊？应该是都是在三角公园那个地方。对啊，我说它的那个路口很多嘛，你切的你是切重点三角公园这两点而已嘛？对。啊对啊，我讲的几点你无切掉啊？这嘛是，所以拢有人对遐去哩啊，一样啊，因为啦，遐。本身要入遐嘛，土气沉土个遐城，遐恁就拢无拆掉啊。
因为你测的是测你讲的这两点而已嘛。最主要是在三角公园跟另外一个。对啊，所以说你测起来你讲的 那也不是很标准的人数啊，因为本来所在你都测不到啊。跟议员报告，最主要是要看这个三角公园这里的游客数啦，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管理的地方嘛，所以我们当时是希望能够知道说，我们游客来到这里，到三角公园这里有多少人，最主要是这个功能而已。至于登山有多少人，整个观音山的风景区来了多少人，这个部分大概要在每个路口都要去统计，才有办法做一个统计。啊，所以讲我的感觉讲，安尼管理中心足重要嘛，爱设立个管理中心。啊嘛，希望局长吼，你较努力个，看要安怎来甲这地主来协商，吼，爱当来甲这个土地取得，这个取得吼，啊来做安尼，安尼个迄落游客迄落管理中心，吼，啊麻烦局长较努力个，啊，感谢，谢谢。建议，谢谢。这就是今仔我要来讲，就是讲吼，安怎个按中央政府吼，拢在推安尼南向政策啦吼，啊，然后安要请交通部吼，伫安国内吼目前三间的航空公司吼，因为因主要嘛是拢伫桃园，吼，啊希望伊个分流挂怪安小港机场嘛，因为安高雄吼，安个国际机场吼伫五啊八年的时阵就升格为高雄国际机场啊吼。啊！你这四十几人来吼，按高雄机场吼，是按南部唯一对外口的国际机场，啊嘛是按高雄对外最重要的一个门户啊。按高雄机场的旅客吼，总量伫八六年的时候是上高峰啊，1200万人次。哦，啊，其中国内迄个算高铁也袂好嘛吼，个坐飞机去台北的啦吼，啊，国际旅客啦吼，是差不多290万人次啊。啊，不过今年按高雄机场游客的总数，得600万哦。啊，是无唔对，有夹硬的将高铁代替去啊嘛吼。啊，不过就是国外来人增加嘛。啊，增加就是讲按增加出来吃无吼。啊，主要就是讲按要甲讲按足济航班的问题要哪来解决呢？看无啥有，啊用看车就知啦。按目前吼，按国内三间的航空公司啦吼，每周吼南向的飞轮机班次哦，大部分拢伫北部吼。按小港呾22班航次啊，吼啊桃园有349班次啊。啊，所以讲这就希望中央政府将伊执政的时阵，希望甲按个班机无吼。往东南亚会当尽量搬来高雄，因为足不合理的，因为一边吼，我伫今年无8月，我要去吉隆坡啦吼，吉隆坡无直飞，按高雄无直飞，你一定爱香港转机，不过台北有飞，无桃园有飞，桃园、中华、中营拢有飞，为什么中华、中营？你拢要伫桃园飞，这两间嘛拢算伫按国内航空公司，为什么要爱一间来伫按高雄飞，拢爱伫桃园？因咧算个拢是讲哦，按游客偌济，不过你还算讲嘉义以南，按遮游客偌济，主要就是讲按要去足无方便，因为按要东南亚飞轮机，要桃园飞拢是透早，绝对拢透早飞轮机。你要坐接驳机，你嘛袂赴，你接驳机就袂赴，阿要讲坐高铁啦。所以讲啦，大家拢爱定爱去桃园过一暝啊，拢爱桃园过一暝，坐透早的班机飞去东南亚去。都要吉隆坡，你嘛无直飞。来，要去柬埔寨、金边，你嘛无直飞。啊来，飞马尼拉。菲律宾马尼拉有华航有飞，透早7点外，高雄飞7点外。啊来，就是讲吼，佮印尼嘛无直飞，所以讲吼，我希望讲，即按台湾按家己的航空公司，就是讲，即要拜托讲，
安尼观光局要安怎来争取，把这个分机的流量拨过来安高雄，因为安诶高雄机场国际安小港国际机场，伊嘛是负荷的鱼，伊毋是负荷的鱼啊。因阵啊国内咧飞的时阵搬厝的较济，伊嘛是迄、那个量伊拢有法度啊。啊是要来争取遐分机，讲来安对安高雄，互安南部人买东南亚较方便，尤其飞欧志明是安怎嘛做无公平的。吴志明、中营花航、桃园飞、高雄上飞、越南航空飞，按伫高雄人家己本按家己国内的班机，按袂当坐，按着爱坐越南航空公司的，啊不着越南太平洋航空公司，嘛是越南的。比如讲，生活好，甲航班无你嘛讲，因两间按两间按一间，长荣还是花航，爱伫高雄飞嘛。哎，这样外加买啊，拢两间，拢是国内航空公司咧飞啊。按高雄也要坐按家己的国内，要坐按国内航空公司，必须爱桃园坐啊。这嘛是足无公平。关关局长，你对这你有了解无？来，局长请答。好，谢谢主席，谢谢张议员，有了解。是。啊，所以这无公平的所在。我嘛希望讲吼，你爱替安高雄市安个小港机国际机场来发声，来争取，甲这无公平所在，希望讲伊甲挂班次来安高雄飞，也无安要坐两机，毕竟安要东南亚，就是爱桃园坐，无就是香港转机，啊香港转机阁安奈转机时间长短阁不一定，所以讲这嘛是替安。高雄人争取一种福利啊！是，啊，所以希望局长，因为你顶站你来争取迄个泰国吼，还是越南？越南啦吼，越南航空公司啦，公司吼来安直飞高雄啦吼，这嘛是做了非常的好，替安高高雄人哦争取福利。啊，不过我讲，我目前讲讲，安高雄，安要南向照顾安高雄国际机场是安尼大门啊。啊，大门的时阵，啊，要甲安怎甲这个班机来争取，互安遮用？安遮中小企高雄中小企业侪啊，啊，中小企业侪，大家也要去南向要拍拼的时阵，香港转，啊，要桃园侪，即在讲对安遮中小企业有想要过遐拍拼的，嘛是算交通无方便呢。好，谢谢张议员哈。那我想，其实，在新南向政策里面，高雄机场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出入的门户哈。那在这个部分呢，不管是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或者是市长每次到中央去开会，那我们会积极的去争取，就是对于整个高雄国际机场。在这个整个新南向的门户的部分，希望能够争取更多的航线航班。那在这个部分呢，目前中央的政策在明年的元月一号呢，那我们在高雄国际机场的这个降落费呢，它会调降两成。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诱因，就是说作为一个吸引这个国际的航线更多的航线航班从高雄机场这里哈，那这个降落费的调降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诱因，它有一个差别的优惠。那第二个部分呢，当然对于整个航厦的整理的部分也积极的去跟中央争取，我们希望整个目前在整个国内航厦的这个空间的运用上，是不是能够结合这个低成本航空的这样的一个使用，那是不是能够做一些调整？当然，现在中央有提出一个2035的国际机场的一个改建的一个的计划哈，但是我们想在这之前呢，是不是能够争取到这个整个对于这个国际机场高雄国际机场的一些空间的一些配置的改变？那第三个部分，当然刚刚议员有提到，我们知道12月12号。越捷航空首航，好，那就增加了一个廉价的航空，低成本航空到高雄国际机场。那在这个部分，当然我们每次到国外去做一些观光的推介会或者行销的时候呢，我们都积极去拜访当地的航空公司哈，包括像越捷，我们就去了两次哈。那另外，当然我们也跟在地的航空公司，包括像我们有一些中华航空或者长荣航空，他们在当地，他们都有设这个服务的点，我们会去跟他们了解那个状况，也就是说。有游客量，有来客量，那当然就会吸引更多的航线航班到高雄来哈。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呢，当然是未来是一个非常重要要努力的方向。所以你咧讲的，我拢会接受。主要是讲，
就讲你像马来啦吼，因为对基隆坡飞过啦吼，因飞来到台，要来按高雄，比如啦，要来台湾啦，为什么因拢无爱飞来高雄？因拢直接飞桃园，因要飞来高雄偌费气了麦？因透早迄落透早坐迄落坐十点外分两机啦吼，飞来香港转机，啊，伫香港阁转，转机来到遮吼，来到按高雄，互你出境啊，已经暗时啊七点外啊。啊，七点外，你来看，伊等啥先来到哪，就是先去要饭店啊嘛。你看吼，佮有啥物时间，佮出来安尼就夜市也是呾。所以讲，我希望来讲，会当讲按国内也是国外，会当跟争取因会当直飞高雄。因为我讲来讲，中营花行拢伫桃园飞，为甚物高雄？高雄按出按南部到嘉义以南。按出去观光的人嘛足济啊，啊，就是你搬厝嘛，搬厝因就是拢伫要重房嘛，按南因拢无重嘛，所以甲搬厝拢无要搬来按高雄啊。我意思讲，按国营这两间同大个嘛，就这两间看我都甲搬厝，会当安怎挪一部分到我们高雄机场啊？那个谢谢议员哈，其实议员讲的对，没有错。这次我们到马来西亚去吉隆坡，我们也发现这个问题。其实在之前呢，市长有到这个马来西亚，那当时呢华航，我记得是华航，他有飞了半年，但是那半年呢后来就停了。华信吧，不是华航啦。华信就是飞了半年、啊，但是那半年之后呢，那他就停了哈。因为所以因为就是没有来客量，不是没有来客，是以华航中央赶快腾啊在飞。咱这是正，啊！我的意思是，两间公司，中营、华航，你一间落来嘛？你卖两间，一间飞八点外，一间飞九点外，差点外钟。你要去的话，大家拢一定爱去桃园过暝啊！啊，还唔甲班主拢坐来吃？恁台北个要着拢来阮高雄过暝啊！我来咱这过暝，我的意思是讲爱公平，你看航班。恁交通部安怎巧啊？是不是？就讲航班就讲，哎嘛爱有一班伫安遮飞啊，袂当两班拢伫遐。啊，你袂按市场有知安个声音，由伊争取，啊袂啊花神来飞嘛。啊，花神飞个时阵，比如中部就好啊，中部伊嘛是搁去桃园坐啊，伊无来高雄坐啊。啊，你啊今仔甲班次跳开，因为中部个游客要出国，因高铁坐落来45分就到高雄啊。桃园阁45分，阁坐袂到个啦。是，的确，是不是？所以说，这意思，我讲伊分了无公平嘛，伊也分了公平。今仔就袂讲，拢伫桃园啊。你啊，今仔一班该调伫遮，一班该调一中营，比如台北飞，华航伫高雄飞，就无这个问题啊嘛。是不是？啊，不过伊两班拢伫遐，按来争取一班华信来飞啊。啊，华信唔是逐天飞哦，伊嘛一礼拜飞三天啊，几天尔？是不是？对，目前亚航也是只有三。对，啊，所以讲吼，这就是讲按咱去努力的所在，就讲甲按交通部看要哪争取，甲挂班次搬来遮。是讲按这样的，上海对柬埔寨金边嘛，足成台商过伫遐咧投资房地产嘛。不过你要过金边，你嘛是一定爱台北坐啊，你高雄嘛无直飞啊。高雄要直飞，就像阮讲的同款啊。高雄要柬埔寨，你坐到柬埔寨暗时啊六点嘛啦，坐透早十点外两机去香港转嘛，啊遐转去到遐六点外啦。啊，你对台北坐去柬埔寨金边来讲，你去台北华航、长荣一班八点迄落八。七点五十啊，我未记一个，啊一点放九点的，伊嘛是拢台北飞啊。啊，不过你今仔个分流一班来伫高雄飞的时阵，台中的游客，因要去遐，还是台商要去的，因有选择性嘛。你过高雄，我坐高铁来45分，我对台中坐高铁，伊是站停咧，伊45分，伊是未到桃园机场咧。所以讲，就是讲要甲分流落来，或游客，就是讲，卖两班拢伫遐，一班会当拆来按高雄飞啊。我
讲的意思应该你听有无？对，我了解，就是跟那个小港机场做这个航线航班的这个分流的。对对对，莫讲贵阳定伫桃园嘛，啊，你啊桃园那搁一来去嘛，搁咧去迄个航厦嘛，啊，毋过你啊用落来时阵，按个分流的时阵，航厦是够。嘿，对。安遮本身嘛有够啊，因为安遐都系流量，我就算来看，因为咱国内飞甲降咧飞，搁安搁来调，或是航班落来搁有够通，流量一定拢有够。是啊，希望安局长吼、努力安争取一下，互安高雄人要出国吼，诶、交通诶方便诶福利，我麻烦安局长吼，啊，甲安高雄人到争取。谢谢。啊，这是好，来，你先，我要问安史哲副市长，啊，你的看法咧？因为这应该总算你的业务啦。好，卢市长。谢谢议长，谢谢张议员。哎，确实啊，长期以来大家都希望说整个小港机场啊、能够更加的这个发达，尤其是在新政府新南向政策之后，高雄一直标举我们是新南向政策的基地。那新南向政策的基地啊。事实上其实它就是应该以机场为一个核心啦，一个核心，所以说事实上一个是一个推一个拉的力量啊，在推的部分我们当然是希望说这个中央的资源能够调度、至少我们国内的这个班机啊能够以这个小港机场为中心啦、尤其是在桃园机场其实已经饱和的状况底下、事实上这样子的分流事实上本来就是其实是可以自然形成啊。那当然新南向政策之后，事实上我们从班机的航次啦、整整来讲都有增加啊，现在已经增加到39个航次，但是跟桃园机场比起来距离还很大。不过我也特别提出一个观点啊，就是说我们如果研究整个东南亚的这个航班的这个市场的状况，它是全球目前的东南亚航班呢有超过60%啊都是廉价航空。所以廉价航空在东南亚的整个的市场当中，它因为廉价航空吼，你像吉隆坡啦吼，因马来西亚应该的廉价哦，廉价航空它廉价航空它有自己廉价航空的航厦哦，对，它是跟一般航空公司个无同哦，伊是伫机场，另外吉隆坡的机场边啊，因廉价航空因个家己起一个机场啊，是，因家己一个航厦咪机场，因遐家己一个航厦，所以讲。你这照我讲的讲，这是按要按高雄机场，按要安怎去甲中央，要安怎来争取，讲不管是廉价还是啥，主要是按高雄要去东南亚方便。对，所以我想我们其实很清楚这样子的一个正相关的、当然台湾也可能翻译的关系啊，事实上低成本航空把它翻译成廉价，造成大家觉得说，哎，这个廉价航空是不是，是一个不一样的事情。事实上，它其实基本上，它确实是一个新兴市场的一个主要的趋势。所以，我觉得小港机场可以在我们在跟交通部沟通，在未来的改造上哦，其实应该要跟这样子的市场趋势来对接了哦。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就是讲哦，这种足侪安台商吼，伫东南亚吼，伫投资吼，这个交通不方便，这就是我嘛捌听足侪人咧甲反映，因比如。啊，要回去公司，因比如因设立马来，因就是精神的一定爱桃园，啊，无然呐，透早对高雄转香港，啊，香港转去到了吉隆坡无吼，啊，尤其啊要到马六甲，开到遐要吃暗顿啊，已经到马六甲应该要7:30至8:00嘛，啊，到要去这样的同海就是安尼了金边啊，柬埔寨啦，嘛是拢同款，坐去到遐暗嘛。啊、所以讲哦，按本身拢是按高雄的台商因的反应，所以讲哦，伫这点就是讲，按一定爱有找一个讲较好的理由，向按中央政府分析好听讲，要安怎来甲办处，吼、安怎较公平。啊，尤其中部，我有讲过，中部唔是袂赖啊，是主要航处，伊拢伫桃园嘛。你今仔有一班伫遮飞，一班伫桃园飞的时阵。中部的台商、中部游客，因嘛是会来高雄坐啊，因无一定是伫桃园坐啊。我讲，就是分流车是安怎来分，好公平，安尼尔。所以讲，史玉之人，即个爱拜托你的努力，吼、爱甲中央即伫交通部的时阵，要安怎来，互安高雄人会福利安尼啦。那麻烦你。
这个针对吼，按这次吼，按1005年吼，按个地价税吼，看当比较按桃园无吼，桃园市政府的方案来办理袂，因为吼，我服务处吼，伫按地价税诶调整了后无吼，服务处电话嘛是接有够济啦，因为1005年调整过吼，一般诶民众吼。因为冲击也我大，尤其你啊平数大，还佫新的无吼，还佫安尼自用自在内面的户数平数，那用地下水的无吼，本价是1121，啊伊公告地价内平均涨幅无32.5%，按自用自在无吼，每户每年将会增加差不多300几块啊。今年全国哦，全部开辟了800几户嘛，全国差不多平均开加开差不多3135块啊。啊，因为前几工俺有看到嘛，郑文灿市长甲因个议长嘛，甲议员伫遐决定，因要参考民国76年财政部地价税吼三年调整个方案哦，第一年6折，第二年8折，第三年。全额的精神，啊，按因市政府吼啊发函争取财政部同意，安尼啦。啊，我嘛希望讲吼，看按市政府无吼，而且无按财政局长，即、這个你感觉人的方案安尼，你也参考下。啊，局长到。多谢副议长，还有多谢张议员吼，桃园市即个建议吼，伊11月7日。建议起嚟，但是11月11日财政部就甲打回票啦，因为这咱这回调整甲76年嘅背景无同，啊，我进一步甲张委员报告就是讲，事后其实财政部有找咱只直辖市甲县市政府去开会啦，伊嘛检讨的结果也嘛，就是讲咱民众嘅感受讲。这回调了有较节制数啊，所以他有一些决议，以后要采取缓涨的方式啦。我想今年这地价税嘛，拢已经节制啊，拢扣了啦。那财政部跟地方政府也在检讨，以后可能有一个天花板，还是一个地板，有这个幅度哈，阿伯也改善啦。因为我也感觉调是一定爱调，是讲渐进式的调，还是一边全额，还有讲因为。按调一个调开无吼，有足侪变势向讲害一群调发侪，吼、本正讲一年买1万块变30000几块的款话啊。我是毋是甲丁议员过一个补充？其实咱即个调吼，阮即个拢收了，阮有一个统计啦，97.8%，将近98%吼，咱即回收只120几亿啦。咱高雄拢总车100万左右安尼吼，咱其中车90几万户啦吼，90几万户，93万户里面91万户吼贡献车20几亿啦，其他的2万户吼贡献100几亿啦，这什么意思？哎，都是少数的人立足住的吼，2万户车立。100同亿，啊，咱大部分的人91万户呢，占20几亿安尼尔，占20%左右而已，其他80%拢迄个2%的人咧纳，因为这是累进税率啦。啊，一般我甲你报告，一般呐，自用住宅加车300几块，啊呐，一般税率加1090几块，差不多这个数字。你讲完我知。啊、我是讲吼，后盖啊，你调的时阵嘛是讲吼，爱渐进式的，唔用一边安尼吼，有人背势无，拢会卡电话来。我头拄好甲你报告，财政部找阮研究啊，阿伯会用缓涨的方式，哎，对。好，谢谢。按水利局长啊吼，因为我分无可能无迄落啦吼，因为大虾啦吼，啊，甲按大树只。迄个乌地车啦吼，乌地车损害车应该恁老去看过啊啦吼，啊，甲咱大厦吼中正桥下骹，这无吼，即个下花无吼，规个拢
这道诶，迄个拢规拢拍呀，拢放呀，啊，话已经放要到迄落啊，你拢看啦吼。啊，希望讲水利局长吼，较紧来甲改善诶。你局长啊，你像这改善诶时间来偌久？局长到。谢谢张议员哈。那这一次的那个美济台风过后，我们有报了这个大树大社地区的这个灾害工程，总共大约11件。那这一次的一个灾损蛮严重的，那我们目前已经开始着手设计，预计在明年5月会完成工程。嘿，嘿，好，执行完毕，休息10分钟。